今年五十五岁的何满是青海省湟中县的一位银铜器手工艺人。他从小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有四十年的银铜器加工制作经验。如今，何满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是从那个十二岁开始记住这个手艺，因为是我们是家庭传承下来的，到我这一辈也第四代，我的前辈。 父亲、爷爷都是做这个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何满告诉记者，黄中银铜器品种繁多，涵盖了茶壶、茶盖碗等日用器皿，耳环、项链、手镯等各种配饰，还有寺院的供器、小转金轮、佛塔等法器，具有藏文化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一个是以银器制作、铜器制作，还有一个鎏金技艺，它是这个三个方面。 银器制作跟铜器制作，它的呢呃技艺方式都基本上差不多，材质就是不同。嗯、呃，鎏金是它是银器、铜器表层，呃，把金子溜上去的一种技艺。据了解，鎏金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是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银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 使金牢牢固附银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这种技术一般是祖传，极具保密性。何满说，黄钟银铜器制作的关键在于材料和工艺，材料用纯金、纯银、纯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手工完成，所有的图案都是手工雕刻，而这些图案的原稿都是他亲自绘画出来的。这绘画呢，当时我学的时候，呃，没人教我，我自己就是跑出去以后，在那个。 离塔寺近的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些图案，不断的在观看，不断的在，呃，跟那个塔那些以前留下的那些图案，呃，去画。近些年来，何满的银铜器作品先后参加过意大利米兰世博展、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新技艺展等展会，部分作品还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单位收藏。然后我们这些传承人走出去，走到海外，传承这些技艺。 让海外的人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些，呃技艺，当地的这些文化。何满说，手艺意味着缓慢与艰辛，但背后是专注和对完美的追求。他希望这一传统的技艺和匠人精神能够打动更多的年轻人，将黄钟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的民间手工艺人。现在我一直就跟这个，呃，就是何满师傅一直把这个鎏金。 技艺的这个技术啊，一直传承下去，哎、呃，争取就是做的最好。